今天就备40斤左右的鱼啊，要预计绑400颗。早天呐、啊，还有花生，还有那个鱼肉的肉，还有香菇。这些粽子代表我们全球慈济人的爱心与关怀，给这些警察执勤当中，祝福他们平平安安。备料包粽的手没停过，蒸煮过的祝福一一装篮，满载心意分送消防弟兄。这帅哥哦，真是好，甲咱足疼惜的啦。拢无去啊，阮只阿公阿妈来吼。好啦，安尼恁来，阮足欢喜的。对，我这长辈来甲咱关心，安尼足欢喜。一整桌的温热，提前庆祝警察节。我们慈济平时对我们警察机关。那么关怀跟关爱，警察节我们也没办法放假啊！感谢慈济的师兄师姐们，能够在我们庆祝警察节的前夕，来我们分局哈、哦，准备的蔬食，让我们警察更有冲劲，更有力气。警察节快乐！一张静思语带来一点正能量。不要为失败找借口，要为成功多用心。谢谢你们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谢谢。他们平常生活日夜颠倒，很辛苦，为我们人民服务。我们借这个机会买了一点水果来慰问他们，啊，为他们加油打气。警察节快乐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综合报道。